洗这么喷香出来。你刚刚走到马路上的时候，来的路上有没有美女跟着你啊？靓仔，你是广西的吗？嗯。你是广西的吗？是啊。是不是？是啊。真的是啊。这口音那么重吗？我们老板也是广西的，所以我都听得出来的。听得出来。听习惯了广西人讲话。头发挺好的哈，又厚，发质又好。太软了，这头发。太软不小帅哥，你在看什么？看我直播吗？微信收款10元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收款0.01元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微信收款0.01元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0.01的人就别出来丢了歇意，老婆，好烦人哦。搞得帅哥也少个0.01元。微信收款0.01元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收款0.01元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小朋友过去，管理，别坐这边。
样子你看得见公屏吗？看不见，近视。看不见啊？看不见。哦，那挺好的。近视，近视看不见。你戴眼镜了？没戴。啊？没戴。我看你盯着屏幕看，我以为你看得见呢。看得见那个表情，看不见他们打的字。哦，看得见表情。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帅吗？嗯。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帅吗？没有。那你身边的人也太不懂欣赏了。